量从山坡上往下失控暴冲，一路豪减速冲至路口，下秒消失在画面，连人带车惊悚坠落溪谷。轿车掉落溪谷惨翻覆，驾驶与乘客受困车内，轰然巨响引来居民惊吓围观。恰巧一旁就是消防石碇分队，经消紧急出动下切溪谷即刻救援，好不容易才将老翁与妇人依序救出。开车的73岁游姓老翁全身擦挫伤虚弱，坐在台阶上，从小收养的69岁妹妹搀扶下还能走路，只有轻伤。原来两人25号下午从北市开车到石碇皇帝殿风景区游玩，从西峰登山口下山时车速过快，失控冲进两层楼高的石碇溪中。肇事驾驶呢，事后啊经呼气检测，酒测值为0.00。并没有酒驾的情形。车祸原因警方还要调查，只是出门游玩车辆竟惊悚暴冲坠落溪谷，恐怖画面吓坏不少人。记者谢宏儒、黄玉兰新北市报道。固定的空间比较大，可以呢选择这一组是4公升的雾化器，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。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，您可以适合这一组比较小的吸带型的 USB 插头，是可以喷2到4个小时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